你来两杯我淘汰，你来一杯他淘汰。我上日了，我报废了已经。我就喝一杯你走，什么计生鱼合成量。刚才最后吃完早餐的两个人有特权了，龙龙和超越。在场呢，男士是五毛，那我们准备了好不好？再不会显得我再虚怀，来着不下，闪着不来，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，为了你伤心。我们把景云弄过来吧，好，景云你给我过来。大家可以重新分组。大哥，我们不是白月光吗？咱仨心里是，我们就永远都是。哎，你不跟我一队，我今天早上发现的时候就很失望。但是我还是愿意保你的。杨超越，我放你多玩一会儿，你别瞎嘚瑟好不好？咱要放几个呀？还放月月？月月我现在不知道。妹妹放一会儿没关系吗？叫爸爸，爸爸。那你哥，放你玩一会儿行不行？这事儿行。等会儿。你为什么要？大哥，你是我的白月光。为了你上山下海，为了你掏空口袋。大哥，你说我如果拿你威胁他们，拿你威胁他们，他们会不会出来？那你自己喊哥哥们快来救我，你喊。你喊得诚心点儿，救命啊！你喊得诚心，接着喊呀、啊！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大哥，有请你将来的淘汰。